Hello，看看这一个奥迪呀、终于生了。从昨天晚上就开始生啊，守了它差不多得一天一夜。它总共生了五只啊，看一看，总共是两母三公。生的狗狗还是蛮大的，你看它现在累的就往这一躺，也不动了，可能非常的辛苦啊。而且生产的时候，因为狗狗过大，它生的时候就是比较费劲一些。你看看这一只就吃饱了。刚开始生的时候，它排便呀、各方面是都不会的，经过就是教了它一下，立马就学会了。你看现在就有模有样的。母性小狗的话，为什么要排便？因为前期它太小，不能自主排便，必须是狗妈妈就是帮助一下才可以的。你看。这一只是个小弟弟，看到没有，刚出生几个小时的。你看看是不是很萌，粉爪子特别特别嫩啊，而且白肚也挺好的，看看力气还挺大啊。你看这小肚子吃的圆滚滚的，小肚子吃的特别多啊。你看狗妈妈一直在给它排便啊，给，刚刚还好好的躺着，立马就来精神了。看看这一只，这一只是个小妹妹，看到没，刚刚就是狗狗的时候在我手里刚刚好，你看力气还挺大，竟然还能翻个耶。你看看到没，特别可爱啊。你看这几只，有的在吃，有的没有在吃啊。长得这一次生的小狗还都可以，哎呦力气还挺大，感觉都拿不了了啊。看看三个，底下还有两只，这一只是力气最大的啊。生的时候真的是，哎，没法讲啊。主要是狗狗真的是太辛苦了，看着这一群小可爱，真的是心里边还挺开心的啊。鹿应该说奥迪特别辛苦，你看，后期的话，咱们到时候给它准备一些，比较有营养的东西，像鸡胸肉啊，还有那个鸡蛋，这些都是需要给它整的一些骨头汤。这样它的奶水会更好。你看这几个小东西吃的特别猛啊。好了，让它赶快在这儿喂着它们吧。今天就拍到这儿，下期见。